哎呀，好样，跨年晚会来喽！嗨，家人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亚伦，我是 Ethan。大家好，我是娃娃魏如萱。很高兴，今年第一次要在台南跨年了。2023台南跨年卡司超强，搭设好的舞台前已经出现民众拿垫子、帐篷、椅子占位，还有人在纸板上写了“勿动，感动你明年会不好”等字样。头一次在三天前就赶来占位的歌迷，抢不到第一排，懊悔直呼来太晚了。想要再近一点，我本来目标是那里。那你太晚了啊，太晚来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本来想说前一天晚上才来。以前是也会追跨年，但是没有到那么疯狂的。好就是你都提早个5个小时左右去等而已。另外还有人请哥哥帮忙移动位置，距离演唱会还有2-3天，未来这几天要怎么过呢？睡在躺在这里吧，换旁边一点，然后我就过来帮他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艾怡良，我们是飞轮子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WorldX 五千行。12月31号当晚的台南好样跨年晚会，主持人是去年的压轴嘉宾炎亚纶担任。首度主持跨年活动的他，将搭档许凯希一同陪伴大家到新年。此外，还有金曲双歌后魏如萱、艾怡良，金曲创作歌手孙盛希，翻译成 Tank 阿庆、陈建宁组成的全新团体造梦者乐团，今年也把成团后的首场表演献给台南。18组以上的艺人7小时轮番表演，希望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受。 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